把它包起来吧。爸爸，你干嘛呢？没干嘛呢。真的假呀？谁叫你起床那么晚的哈？最后一个起床的。你也起吧。好，你这么好气的，你去买这。好了，那你赶快穿上鞋子。下去吃面了。好在吃了面头才能去哦。妈妈的包都忘记拿了。你妈妈已经走了是吧？先吃的早餐，我们才出发的哈。没吃早餐不能走。妈，你不能，还有不能坐后，没那个，学学不能坐后面。后面坐两个就可以了啊。可以坐后面吗？学学坐后面。你要去吗？去啊！要不要坐车子？妈妈，谢谢涵涵，你们两个去农会干嘛？找妈妈呗。哦。白裙子，没有去白。八姐，我奶奶不去的吗？你叫你奶奶去就去啊！哎，你吃吃。浩泽，你没有鼻涕了。老妈好久没去县城了哈，今天去县城玩一下。背的这个包还蛮时尚的啦，越来越潮了哈，中国大妈。你们后面开窗户吗？开一点点嘛。早些年这么快就拉好，我们出发了啊。嗯。小朋友坐好啊。喂。等一会儿。哎。本来问老妈问你要打皮不，你那皮啦，那被子啦，我现在厨房里。你解释好个不讲？那么解释去送你嘞，嗯，哥哥在这个开车里，那就下次拿了啊，嗯，嗯，好，好，拜拜，嗯，嗯，慢点啊，嗯，好。萱萱，你要当队长哦，照顾好弟弟和妹妹啊。啊，你上一次是这么说的。嗯。哎，爷爷，他折个有点晕车，你看，嗯，这样趴着好一点呢，嗯，这样趴着就不会呕吐。爸爸，下来玩一下吧，我们到了，好吧，晕车，到了，他一坐长途车就晕。还说带他去远地方玩哦，到县城玩都有点那个。他老是说妈妈我感冒了。天哪，我这个找不到了。我记得好像这个叫西伯达吧。走过头了。我说下个怎么没看到啊？你跑到前面去了。嗯，跑到前面去了。原来就在对面哦。嗯，就在军爵对面。军爵多垃圾哦。哇，谢谢啊。妈妈。哎。哎呦我的妈呀。你要不帮忙放到下面去一下吧？下面哪里？仓库里面。离这里好远不？不远不远。就在这上了。终于肯下车了，看到他姐姐他们这个就下来玩车了。好一点了没有？嗯，好一点没有？感冒了，没感冒了，是有点晕车的。他晕车就说感冒了，感冒嘞。哎呀，都睡一觉起来了。哎呦。小谢，就学学他们上车吧，我先送你们去弟妹的新房子那里。啊、待会我去搞车了。好，好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学学，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们两个去干嘛了？赶快走。送你们去新房子，不要去大马路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小雪，你们开车要太多了，我都赶不上你们了。没事，你开车慢一点的，注意安全。黑夜，把你们全部坐后面算了。我报一下号子吧，哈。啊，追上你妈妈了！妈妈，我
不要接了，不要接了，你妈妈在开车，不要接。那个把一杯的了。我装个啥呢？你小心，老爸，你们先去啊，我先去搞车了。啊，我去搞车去，待会我再来。不要我爸啦！这是谁的衣服喽？这么多，我们家月月的。你这个都是，这裤子这么多。打底的，就两件外套，给你看一下吧。这个衣服，黑色的。我感觉一般般。还有一件红色。这个红色的好看一点不？你不懂得欣赏，女孩子是穿黑色好看。但是这个款式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这个款式，感觉皱皱巴巴的。你看，真的，你看。它是这种面料。好皱样的。这里面送了一个包。送了一个背包嘛。啊，这一件红色的好看一些。过年穿嘛，喜庆点。你要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衣服会不会太大了或者太小了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家月月那么瘦小，好。我的红红面料呢？你看一下。只能说不好看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红色的好看，黑色的不好看。你看黑色那个面料，我搞个六十件面料，黑色那个。反正我不喜欢这种款式。袖子还带螺纹的，有个小毛毛，下面套的那个小打底裤，穿的应该蛮漂亮的。这个应该合身一点，没那么蓬。最近买的衣服。衣服买的比较多了，今年就不要给他们买了。嗯，今年不买了。没多啊，哎呀呀呀！哇，妹妹的衣服好漂亮呀！新衣服。等下哥哥也穿喽。嗯，新衣服。对呀，好漂亮的新衣服呀。不要不要，不要就给我穿了，好不好？不是给哥哥穿了，等下哦。你在干啥？你哥说这衣服不好看。好看嘞，小女孩子要。妹妹过来哦。哎呦，打到我！在农村里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，又要耐脏，又要好看。这是个喇叭衣吧？哈，下面这个款。好漂亮呀，好漂亮的妹妹呀。哦，妹妹穿件红色的新衣服呀，好喜气呀。哇呀呀呀，这个也是那个款式，后面就是下面有点大哦。下面进风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冬天要退吗？冬天容易进风。你现在都过了好几天了，都不能退了。你没有换面罩，好几句话你拿回兜啊？对啊，至少也半个月了。这个哎，八月天也可以穿，现在穿也可以穿。现在穿，但是主要是里面有毛的吧？加毛毛毡。加毛的你不冬天穿？现在穿的。现在穿可以的，中间再穿一件保暖衣就可以了。现在穿好了，刚刚好。我们换过来了，换过来。这个衣服买了最多能穿半个月，半个月以后天气冷下来就穿不了了。明天还能穿。明天穿的衣服太小了啦，现在。太小了，他还没说怎么不可以小。来，出去玩了没有？
八月天你这个衣服我给你剪，里面有棉的，太热了穿起来。比较娇小，下面那个挖估计好看了。今天他穿的是裤子，下面进风的，你知道不？裙摆是个款吗？对啊，像裙子一样的，里面进风。下次买衣服借我帮你找看一下，知道不？那你看看个屁！我看了你才在买，不然但是你买回来又不行。